騒ぐことじゃない。听说时代新老板是个女的，她找了一个男朋友是中国人。这次，时代她男朋友到银海度假来了。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啊，都成花边新闻了？你这都从哪儿听来的？啊，找了一中国人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绝对。你别听他的，您记着，从他嘴里边出来的话没一句靠谱。那中国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，还是海外华侨啊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，人家韩国明星张娜拉还到中国定居来了呢，这没准将来也找个中国汉子结婚呢，有什么呀？도착했나요？有什么呀？騒ぐことじゃない。有什么呀？有什么呀？有什么呀？騒ぐことじゃない。有什么呀？有什么呀？有什么呀？